兄侃球，君子坐而论道，少年起而行之。球们好，我是爱羽客蔡师兄，欢迎收看师兄侃球。好久没有偷师学艺了，今天重走跟随李世伟教练的学艺路，内容关于左曲的接发球。李老的风格很有东南亚流的味道，看似洒脱不羁，其实充满了智慧与沉淀。线路一，接发球回直线近角，有两种方式。方式一，拨近角，面对来球，深拍贴住球头，小臂回拉，拍面略微翻动，打出类似勾球的效果，直挂近角而去。注意两个细节，一，翻拍的快慢可以打出不同长短的球，慢速近网球，中速远网球，类似追腰，快速推底线。这个变速可以应对对手冲网抓球，只要对手敢冲，我就敢由放变推。细节二，拍面方向变换可以欺骗对手重心。注意，先深拍，拍面略微向右前，给人一种要推头顶的感觉。出球瞬间再翻转拍面，过到正手一侧。方式二，切近角和拨近角相似，两者的区别主要在拍面的变化上。拨对角有拍面翻动，切对角没有拍面翻动。从视觉效果上来说，切对角出手更加隐蔽，更加突然。注意两个细节，一，切对角发力主要依靠后三指挤压拍柄形成，实战中拍面并非保持水平面平切击，而是带一点角度的，但因为动作做得很快，给人平切的视觉感受，同时发力完成后快速打开手指拍头回弹，又能形成出球方向和拍头方向不一致的效果。二，切对角动作幅度大小和快慢可以打出不同长短的球，慢速进网球，中速切腰，快速切推底线。线路二，接发球推压正手底线有两种方式，方式一，翻推，方式二，切推，两者落点类似，区别依然在拍面的变化上，一个翻拍，一个不翻拍。注意两个细节，一，推压搭配停顿使用效果更佳。之所以能产生假放真推的效果，就是因为在出手过程中有一个先慢后快的节奏，这个慢就是停顿，先深拍，慢慢的让拍面贴住球头，给人一种借力放网的感觉，在最后刹那才暴露出真正的意图，发力推底线。二，切推更秀，翻推更稳。虽然切推出手更隐蔽更突然，但要注意一个问题，切推是切击球头，稍不注意就切不准，而翻推是包裹球头，目标较大更易执行，所以翻推更稳更易操作，大多数时候以翻推为主。线路三，接发球正拍分对角。注意这个线路用反拍是常规操作，顺势而为，李老示范的是用正拍，这就有点逆向操作的意思，看似别扭但更有欺骗性，金挺在比赛中就非常钟爱这个技术。两个细节，一，李老的讲解原意是为双打接发做准备的，但在实际使用中单打接发也可以使用，而且效果上来说单打更重变化，一旦骗到对手效果更佳。二，这个逆向分球除了接发可以用，在中路斗网的过程中也不失作为一种变化的手段。触类旁通，李老没有讲到的第四个线路，线路四，接发正拍推对角。这个方式和正拍分对角网前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区别主要在触球瞬间，一个发力手指挤压拍柄，有寸劲弹射球头的感觉，一个不发力有拨带和提拉的感觉。总结，接发小球的底层逻辑，相对偷发后场，前场的接发球一定是慢速球，慢就意味着接发一方有了多选的机会，选择越多变化越多，对手需要应对的情况越复杂越容易犯错误。这个多选可以是出球线路的多选，比如直线和对角，比如长球和短球，可以是出手节奏的多选，比如带停顿和不带停顿，可以是出手拍面的多选，比如反拍接发和正拍接发。能做出多选且有一定的质量，在师兄的心目中你已经是一个合格优秀的接发球手了。
但是李老的接发还能让你更上层楼，其中的奥义就是三个字，障眼法。在师兄眼中，李老师的接发不是一个动作，而是两个动作。第一部分动作是故意给你看的，第二部分动作是不想给你看的，前者刻意加长时间，动作夸张，引导你做出错误的判断，后者是真实意图，时间短，动作小而隐蔽，你根本来不及看清。好了，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，希望能打开球友们关于接发球的新世界大门。节目不长，但内容很深。今天的话题就是聊一聊，你喜欢这种注重细节偏重手法打磨的教学理念吗？